日本人气男星三浦春马今日被发现在东京寓所身亡，有传他是上吊轻生，终年30岁。三浦春马多年前曾经凭着主演日剧《恋空》而人气急升，近年他在《进击的巨人》真人版电影中饰演男一的角色，并且创下高票房。三浦春马出道至今曾经同多位女神传过绯闻，例如是新垣结衣、菅原小春和苍井优。